前任会长赫尔本元袁炮兵先生，荣誉会长黄立炮黄严秀，前会长江邦固江律师，秘书长陈红缇娜陈，副会长肖焕礼 Henry 肖，副会长杨浩林 Nicholas Young， 副会长袁阳朵儿，还有我们的监事长三迪彤，还有我们另外的，同时我要介绍一下我们在场的商会的理事丹牛谢，我们的商会的办公室经理安卓章，还有我们商会的理事詹妮刘，还有我们商会的常务理事 Patrick Yuan，还有我们商会理事也是办公室的另一位经理之星高。